吧。西安呢？嗯。先买了来。钢化膜你换一个不得？我的钢化膜都没换过是吧？没事，砸碎的话重贴一个。你咋真花钱呢？没事，有钱来砸。砸准着点。这是哪个？这个导弹日记。喜欢呢？嗯。行，拿着，这一套都拿了，咱不开盲盒了。你给我买。啊，我给你买。买劲咋的了？走，来拿着。哥们儿，你看价没有？74一个。我就是想把花在别人女人身上的钱花在你身上，有问题吗？啥呀？说吧，啥事儿求我？没有事儿。明知道没尽头，却不敢把头破血流。咱们对你好点不行啊？爱你是海市蜃楼。妈呀，不信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对我好点。你的眼睛里边充满了不信你。看那行不呢？咱俩要是从这儿吃饱出来的挺贵呀、啊、没事儿，一顿也行，要不天天吃。你要是不想跟我一块吃，你那个找你朋友啥的陪你吃也行。那个我给你钱，我给你转回了，剩下你直接揣着就行了，不用给我。拥抱这片绿洲。我是不是做梦呢？你让我学个故事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从我哥们身上下去啊、哦！嗯。